小琴怎么了？小琴她糊涂，她吃药了，她把我阿眠药都给吃进去了，幸亏我看见了。为什么呀？她男朋友跟她分手。妈，别急别急啊，千万别着急。小琴，小琴，小琴，我不想活了，干妈救我。小琴。 你说你疯了，你傻呀你？你没那么个人，你值得吗？啊，他不要我了，我就不活了。小琴，妈，别着急，咱们让小琴安静一会儿。杨帆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和小琴好了之后，小琴过过安生日子吗？二姨，你们先出去，让我俩待会儿。 妈，走吧。杨帆，你怎么说分手就分手？你跟我分了，我还怎么活？那你也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啊！你不要我了，我就去死。 小琴这个男朋友吧，我总觉得对小琴心思不正。自打他俩好了之后吧，他就知道问小琴要钱花。他好像是搞什么乐队的，一会儿啊买乐器，一会儿买摩托车，这些钱都是小琴问我要的。那怎么行啊？这算谈什么恋爱啊？不行。 我得找小琴谈谈去。别，这千万别跟他谈，他对杨帆都着了魔了，咱们别刺激他了。哎呦，妈，你老这么迁就他，这也不是办法呀。不是办法，也没有办法呀。他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我妹妹去世早，他那个爸爸呢，去了美国就再没回来。 6岁就跟了我，是我把他养大的，就跟亲闺女一样。你说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妈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小琴啊，她就是一时糊涂，早晚有一天她会明白的。杨帆，我向你保证，录专辑的钱，我一定会跟我二姨要到。别说了。 我们还是分手吧，杨帆。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不是，你觉得我们合适吗？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啊！我们怎么不是一路人了？你要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你录专辑的钱，我也在帮你想办法。小琴，你别再给我压力了。 你也放过你自己好不好？我一定帮你搞到钱，赶紧把专辑录了，免得白费了你的心血。小琴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杨帆，我求你别离开我。 你瞅瞅，谁叫你给小琴那么多钱，他跟你要你就给啊？刚开始我哪知道这个男的有问题呀、啊？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好小伙呢，那帮帮他也是应该的呀。后来发现苗头不对了，那已经完了。你早跟我说，早给他撵走了，我就不能让小琴陷得这么深。我怎么没跟你说呀？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吗？ 你还说啊，恋爱自由，小琴有自己的判断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、啊，你忙起来，心里还能装下谁呀、啊？
你是小琴的哥，你跟他谈谈，看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。光找小琴谈能谈出什么来呀？我就直接找那个杨帆，我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。老李，我还是觉得应该先找小琴。要是小琴她自己心里都顺不过这股劲儿来，那找谁都白搭。咱们应该先解决自己家人的问题，再去见外人。嗯，我看可可说的有道理。 咱们还是先找小琴谈谈。说白了，这是他的感情问题。这个事儿你就别掺和了，我是他哥，我心里有数。妈，行。妈，明天啊，我就去医院把小琴给接回家来，以后我就多陪陪他啊。好。虽说你年龄比他小，可论辈分，他还管你叫嫂子呢。你多营养营养他。 你放心吧，妈。明天我把她接回家来，我让她跟我一起做饭，把家里的气氛搞活跃起来，好不好？你看看人可可。明天啊，我派个车去接小琴出院，你就不用去医院了。嗯。 那我去咱妈家先做饭，等小琴回来。我妈那儿你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都跟咱妈说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跟我妈、跟小琴越少接触越好。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让我怎么少接触啊？今天是个例外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别跟他们接触了，行吗？跟他们越远越好。 李红海，那你这意思就是说让我躲着你们家人，在他们面前永远消失呗？差不多，就是我妈对你的印象越淡越好，最好忘了有你这么个人。李红海，我提醒你啊，小琴这事儿一直是妈的心病，你最好多跟小琴聊一聊，女人在感情上犯起轴来，那不是讲道理就能讲通的。谢谢你的关心，这个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。 睡觉吧。什么事儿？我是小琴的哥，他的事儿我都知道。今天呢，咱们俩聊聊。 你们俩好了多长时间了？没多长时间。你看上他哪儿了？小情人挺好的，善解人意。你看上的不是他的好吧？是他的傻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这个业余歌手多长时间了？不是你说谁业余呢？不业余吗？你要是靠这个能有收入的话，也就用不着老让小情给你拿钱。 你养乐队、出专辑，哪儿哪儿都需要钱。这钱呢，就得小琴给你出。前几天你又跟他要30万，他拿不出来，你就要跟他分手，他就喝药自杀，对吗？我没跟他要钱，我只是告诉他我需要这钱。他知道了以后，就一定要给我。以前每回都能给，你知道这回为什么给不了了吗？他给你的钱都是我给我妈的。 我妈的钱都让她给你了，没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，跟我没关系。说白了，小琴在你这儿不就是个自动提款机吗？这个提款机现在提不出钱了，你就要跟她分手，对吗？我是跟她提过，但不是为了钱。而且，我对她也是有感情的。你的那点所谓的感情，不就是指望着下次还能拿到钱吗？ 这样，只要你离小琴远远的，这30万我给你。你这是在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少来这套，给你钱还侮辱你了，那侮辱的代价也太高了。你给句痛快话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你最好答应我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小心我收拾你。真耽误事儿，跟你在这扯淡，耽误我令哥。
什么玩意儿啊！赵钱，你哥是不是有病啊？找我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数落。他说什么了？说给我钱，让我跟你分开。他们的话你也听，你在哪儿，我过去找你。算了算了，你也别过来找我了，你跟你哥说，我不要他的钱。要不你别生气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 咱们以后也别再联系了。好嘞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宏海，你凭什么去败坏我男朋友？你先忙你的去吧。小琴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别着急啊。坐吧。我不坐，你凭什么那么对杨帆？ 你看我又感情归宿，你不痛快了是吧？小琴，你怎么这么跟你哥说话呢？我那么跟那个小子说，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。我没揍他算好的了，知道吗？你哥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冲着我的钱来的人。什么叫冲着你钱来的？是我们俩谈恋爱，又不是你俩。可是他知道我是你哥呀，他知道你背后有个钱袋子。 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所以他才敢肆无忌惮的跟你这儿拿钱，对吧？你都这么大了，这点门道你看不出来？我看不出来，我冲你钱来怎么了？你这个哥，你除了有钱，你还有什么呀？怎么这么说话呢你？我就这么说，你关心过我这个妹妹吗？啊，你也关心了。你关心我的方式就是当我男朋友杀手。我之前男朋友怎么分的，你忘了？我没忘。 不就那个叫什么张丽的吗？她活该，她才跟你恋爱几天呀，就跟我借那么多钱去做生意，那我就怀疑了，她跟你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跟我借钱，利用我的资源。这种男人你要他干嘛？我直接就给你 pass 了。怎么了？你还记恨我呢？我当然记恨。我喜欢的男人对我好就行了，我管他什么目的，你凭什么给我 pass？小琴，你给我记住了。 这男女感情但凡是要沾上钱了，那就不能要了，这是不二真理。你跟我说话从来都是你给我记住，我今儿还就不记住了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记住了。你说你最害怕孤单。 小琴，我们在排练呢。杨帆，我已经把我哥给骂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这事儿和你哥没关系，是我们不合适。我要是还和你在一起，那就是在骗你。那你就骗吧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行。
杨帆，我一定帮你把专辑出了。你拿什么帮我？那你就别管了。 继续。哥哥怎么了？你赶紧来医院吧，小琴离家出走了，咱妈晕过去了。我马上到。你赶快把你妹妹找回来。 他都多大了，他这么不懂事儿，就让他在外头受受苦也好啊！你敢？他正糊涂着呢，你让他受什么苦啊？啊，他不越陷越深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们呀肯定把小琴找回来啊。红海，咱们先出去吧，让妈好好休息休息。 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老李，我觉得你还是得赶紧去找一趟杨帆。你什么意思？小琴离家出走，杨帆肯定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赶紧去好好问问他，小琴到底在哪儿？我不去，我去了一回，我妈就成这样了。我要再去一回，我们家屋顶就掀翻了。可是现在得赶紧解决这件事情啊！要解决也不是这么个解决的办法。 老李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杨帆，但是事情他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如果你不想去找杨帆的话，你把他电话给我，我替你去找他。你能不管这事儿了吗？李红海，我知道你那点心思，你不就怕我和妈走得近了，到时候咱俩的事情不好收场了吗？对吧？ 你能不能先把你心里的那些杂念放一放？现在不是讲咱俩之间事情的时候。你看妈都急成什么样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小琴给找回来。你呀，就是思想有问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疑神疑鬼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疑神疑鬼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他要是真打心眼里这么想的。 怎么办？跟我妈处的关系比我都好，到时候我妈跟她难舍难分的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这个人怎么思想这么复杂呀？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可可还去帮你找小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心里有这个家，人家是真把你们当亲人。你倒好，还撵人家走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 有事吗？我正好今天没什么事儿，要不咱们出去逛逛街？逛街啊？啊，不行，我时间不行，我约了人。怎么又约人了？又是那什么周亚东啊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叫马小刚，他也追过我，这哥们儿锲而不舍，非常执着。我以前没搭理过他，现在我也想观察观察，考察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成色。怎么追你的人这么多呀？ 啊，以前我就是太心无旁骛了，想想都觉得亏死。可现在托你恋爱协议的福，给了我这么个机会，可以大量的考察一下。我就答应先跟他吃个晚饭。那既然晚饭已经约出去了，那没事你先吃。那吃完晚饭呢？
我请你去酒吧，正好聊一下咱们考察那个事儿，我听听你的建议，给你分析分析。对不起，酒吧也有人约了，是另外一个考察对象。你这一天怎么安排这么满？你得见多少人呢？这叫讲究效率啊！海选嘛，等海选过了以后才逐个考察。你太过了吧？过吗？我又没违反协议。协议里有规定说一天只能见一个吗？要不你再回去看看协议吧。不用看。喂，小刚。哦，好，城市学院门口。哎，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城市学院不是赵文波他们学校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他是赵文波的一个哥们儿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跟赵文波好的时候他就喜欢我了，可一直没机会。这不海选吗？得有量，所以就想着先交往一下看看嘛。哦，你跟赵文波好的时候他就喜欢你，然后他还跟赵文波是哥们儿？嗯。你确定他跟赵文波是哥们儿？赵文波知道这事儿吗？小夏，小夏，怎么了？小夏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那个直播怎么送礼物啊？哎，绑定微信呢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绑定，走走，绑定微信。哇，刘东的荷尔蒙送给我一辆宝马跑车，谢谢谢谢。这个飞吻是送给你的奖励，其他的小伙伴也加油喽！喂，你好，我是花店老板。你为什么要锁我的门啊？大姐，你看这老宋也太不地道了，这还欠着您的房租呢，啊，就把店转租给我们了，拿着我们钱就跑了，现在连人都找不着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咱们各自的损失，等找到老宋再说。这门市我已经租出去了，你们马上搬走吧。哎，大姐，您看。我们这花店开得好好的，你先别让我们搬，这不就差您点房租吗？我都不给您不就完了？那可不行，我跟人家都签了合同了，这定金都收了。人家是开连锁咖啡厅的，这里里外外都得装修，你们赶紧搬吧。大姐，您再容我点时间。这样，您再给我一个星期。哎，您看我这么多东西呢。你得让我搬一阵子是吧？没问题，我给你一星期，七天后我来收店。哎，大姐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别担心，
这事儿我肯定能解决，花店咱一定得开下去。可人家七天以后就要来收店了，那不还有七天吗？这七天店不还是你的？别想那么多了，你就安心做你的老板，卖你的花就行了，啊！你心可真大。老板，买花来了，来客人了。你好，想要些什么花呢？您帮我推荐一下吧。嗯，好。你说你最害怕孤单，总看待世界太悲观。门外的另一个世界，总会有点不安，像风一样狂乱。哪怕你已越过群山，也时常会害怕孤单。思念在另一个世界，也常常会落单，也常常会习惯。我想你在每个夜晚，总恨时间过得太慢。我想你在不经意间，像天边的光点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我想你会突然停歇，直到我们再次遇见。我想你在心中默念，生出思念的茧，付出一生不变。我想你在心中默念，生出思念的茧，付出一生不变。嫂子，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是他为我写的，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他了吗？别急别急啊，慢点，来台阶看着点。哎，小天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他妈妈交代呀？来，你来坐下吧。来，坐下坐下。这件事儿啊，你也别太着急，小琴肯定没事儿，准能找到。小琴要回来呀，我得好好说说红海，哪有他这么办事儿的呀？我让他去劝劝杨帆，你说他把事儿整的，你是。红海他也是好意啊，怕他妹妹受欺负啊。这事儿也怪我。我当初就不应该让红海去。别着急了，我去给你打点水喝啊。只要小琴能回来，怎么都行啊。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还想泡妞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不是我说话难听，我告诉你文文，这雄伟跟我比，我真的我甩他十条街。我早就知道你这花店干不成，不干就不干吧，挺好的。不行，这花店我必须要开。你要不帮我这个忙，
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别别，没说不帮你啊。你要真想干这个呀，我就帮你想想办法。啊。嗯。不管得告诉你雄伟躲远点，一天就知道添乱。又是那什么周亚东啊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叫马小刚，他也追过我。这哥们儿锲而不舍，非常执着。多亏了你恋爱协议的服务，才有了这个机会，可以大量的考察一下，海选嘛。等海选过了以后，再逐个考察。好，发个朋友圈。艾丽，我跟你说，你放弃赵文波，那绝对是正确的选择。我告诉你，我还为你守身如玉呢。我怀疑你弃暗投明。注意你的言辞啊，我可没说要投奔你。哎，咱俩的事儿，那不着急，慢慢来呗。这不是我刚听说你跟赵文波分手了，这不就赶紧约你出来了吗？小刚，我还是以前那个态度，你赶紧找个女朋友，我们真不合适。行，就算这辈子我没机会，只要你不跟赵文波好，那怎么着我都高兴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哥们儿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俩是哥们儿，但早就掰了呀，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你说这小子多孙子，之前明明有家庭，还死乞白赖的跟你好，这事儿我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要是没他掺和，说不定咱俩早就成了呢。小刚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还是去追求你的幸福吧。赵文波在我这儿已经彻底翻篇了，我也准备迎接我的新生活。来，为我们的新生活干一杯。小刚，抽空我和我男朋友请你一起吃个饭。哎，吃什么饭？搞那么……男朋友？对啊，他人特别好，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男人。行行行，那就是完全没机会了呗。得，让我死一会儿啊！哎，行了，别在这跟我演痴情了。小刚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愿不愿意啊？哎，你说吧，我都能替你去死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帮你的？啊，帮完你忙，我再去死。行了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这个男朋友哪儿都特别好，就是死心眼儿。他呢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爱我。我想请你帮我，让他知道，其实他已经爱我爱得发疯了。这，那我怎么能让他知道呢？给他制造点危机感。不是你的意思，那我就是个道具呗，我负责追你，让他吃醋，是这意思吧？聪明。那我可真追你了。如果我真追到你，你可不能不认账，这事儿我可做不了假。
不管你真的假的，反正你在我这是真没戏。杨丽亚给我叫上来，赶紧来！你别，我就是杨丽亚。你告诉我什么情况？啊，你为什么把跟别的男人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？你是不是还要我给你点赞啊？啊！行了，你给我进来吧，你。你别动我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对付一个赵文波我已经够累的了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要跟他的好朋友约上会了，你乱不乱？行了，别再跟我说这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，我就不允许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！起来吃早点了。你还记得你昨天晚上的表现吗？我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喝多了。跟酒没关系。对了，告诉你一声，我已经从咱俩的共用账户里提走了20000块钱。对你的罚款。不是，我不是你，你凭什么罚我钱啊？根据协议第17条，公然挑衅协议条款，释放垃圾情绪，处以罚款10000元。不是，那也只是10000元呀。根据协议第19条，未经对方允许侵犯他人私人生活空间，处以罚款10000元。你昨天到我这儿来，可事先没经过我同意吧？我行了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你就认罚吧。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哎，有钱的感觉真好，回头我去买个包。我还给他出专辑，我不抽他就算不错了。他要是出了名，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姑娘。你对杨帆有偏见，人家又没贪你的钱，是小琴硬塞给他的。硬塞给他的，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好事呢？嘴上说的是感情，心里边想的是你的钱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李红海，你说你赚这么多钱，这些年都给你落下什么好了呀？要我看啊，就给你落了一身臭毛病。你说说看，谁在你的眼里面不是奔着你的钱去的？你给我少来这一套，我用不着你教训我。就凭你这种态度，我今天就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了。我问你，你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跟小琴聊过吗？嗯，你知道她内心的苦衷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她在爱情里面为什么爱钻牛角尖吗？你设身处地地为她考虑过吗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小琴一天不回家，咱妈的心就一天放不下来。为了咱妈，为了咱这个家，你必须把你那点偏见给我放下。老李，你如果想解决问题，必须要先打开小琴的这个心结。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帮帮杨帆，找你那些音乐人朋友帮他出张专辑。我告诉你啊，李红海，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